教育不可退费。学生们请注意，有些分数属于个人隐私。学生们请注意，请尽情享受当下生活。希望您已经吃了药，因为您现在收听的是双点广播电台的哈里森沃尔夫节目，一段疯狂的旅程即将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哈里森沃尔夫，向薄情寡义的夜晚怒吼的自由之声。今天的节目特别精彩，所以我要吃一个巨型三明治，我们养足精神开始节目吧。学生们请注意，来这里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Thank you.
此条通知是测试通知，并不是正式通知。有只苍蝇，常见问题，不行，不能延期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前几天低端科技又发射了一枚火箭，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会说这是很重要的成就，但我只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发射点更有趣的东西呢？把宇航员送入太空这种事太常见了，为什么不试试把三明治、机器人或者我家院子里那只獾送上去呢？那当然是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宣传目标。学生们请注意，我不是你们的妈。
记。哦，对不起，这是我扔的。我忘记这个部分该说什么。你们有没有过话在嘴边结果忘掉的情况？想法就像是青蛙，有时候一下就跳走了，但他们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如果我也知道，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。嗯，这种感觉很对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先来听首歌吧。医生，请返回医院，感谢配合。不要给教职员工添麻烦。我是简·宝·麦克纳，在巨无霸大学，每位讲师
均是由我亲自挑选的专人亲自挑选，这就是巨无霸的金宝特色。巨无霸大学，让你大到不行。如果某段履历没写在你的简历上，那它对我来说就没发生过。大学将给你一个光明的前程，附加一份让生活乌云密布的债务。回答常见问题，不，我没看到你的青蛙。教职员工请注意，你们的职责是指点学生。这里是哈里森沃尔夫在双点广播电台为你带来毫无删减的收听体验。我的节目没有编辑，为什么？因为编辑可以改变你说的话，他们可以让我说出嘿大家好，来我家把我的牵牛花摘走吧，但我除了举这个例子之外绝不会真这么说，一定要遵从自然才行嘛。我只要带着果肉的果汁，带着外皮的奶酪，这个广播就是纯天然、纯放养、有嚼劲儿，很棒吧？大家口中的啃书，并不是字面上那个意思，请注意区分。
答常见问题。不，我们不会成为朋友。校内讲话，感谢配合。我那天看了几段干酪片的节目，就是干酪地精那个，知道吧？看得我一头雾水，剧情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们是种植干酪片，还是想找到干酪片，或者想开采干酪片？我跟你说，现在的孩子能看懂这么复杂的节目，肯定很聪明。现在在听的孩子们，请接受我的敬意。抄袭不属于信仰体系。
有些说法还真是奇怪啊，比如说起床的位置不对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算你今天过得不爽，也没必要把气撒在床垫上吧。老天哪，吃个甜甜圈消消气不好吗？世界上的负能量已经够多了呀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但也有没收获的时候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不过不用担心，每个结束都是寻找新鲜事物的机会嘛。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市中心影院的酷炫电影，所以朋友们好好享受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教职员工注意，请关心学生。顺便提醒大家一句，学年就快结束了。
次提醒院长，请及时补充水分。本学年到此结束。学年期中考试成绩已公布，哎呦，不错哟。顺便一说，暑假正是进行建设工作的好时机。奖金支出。暇时间的，这就是现实。是我，奈杰比克沃斯。欢呼声在哪儿？欢迎收听双点广播电台。忘记自己手中做的事，沉溺在我甜美的声音中吧。
我是奈吉尔·比克沃斯，虽然你可能并不认识我，但相信我，你刚刚做出了一个极佳的选择，接下来为你送上全县最出色的广播节目。安全信息泄露，请重新设置密码，不好意思。显得很愚蠢。的奈吉尔爵士点评将讨论现代乐团，一个名叫氦气球的团体。不得不说，这玩意儿就是当代无脑音乐。虽然它和我平时听音乐的风格不太相符，但比如今的大多数口水歌和哀乐还是好一些的。氦气球似乎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，给个40分吧。教室都找不到，你确定去上这节课还有意义吗？
听到此广播，请多喝些水，谢谢。接下来是吐露心声节目时间，我们将收集这个无耻小县的各类无聊传闻，将它变成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教育部长塔尔坎·福克斯·布奇近期声称双点县的年轻人都是毫无雄心的傻瓜，因此遭到了审查。这事儿我可以理解，希望这句话只是断章取义，毕竟他还落下了特别吵闹、只会蛮干、毫无品味、臭气熏天、无可救药这些形容。提醒诸位走神的学生，请假装你们还在听课。常见问题，不，鸡肉不应该是粉色的。来访人员需登记，登记后请立即离去。员工请注意，狗不会吃家庭作业的。克拉姆利学生特餐系列全新推出鸡肉块，克拉姆利农场天然无骨鸡成分加入秘制配方与传统添加剂，做成克拉姆利爽口鸡肉块，更添加风味面包屑，你想要的味儿全都有。让你重温妈妈的味道。
学费很贵，但教育是无价的。导校商务系正在招生。学习前，请学生先去报到。今年不是你崛起的一年，只不过就是普通的学年。接下来公布上周十四行诗写作竞赛的结果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结果虽然很精，但完全没有喜。获奖作品不仅形散，而且神也散。你们中有些人连抑扬格和扬抑抑格都分不清。下周我们将继续举行竞赛，所以请大家发来自己创作的十四行诗吧，反正也很难比这批再差了。如果你连教室都找不到，你确定去上这节课还有意义吗？
怎么说呢？我特别崇敬那些选择追求骑士精神的人，毕竟比克沃斯家族不仅有钱，还是一群精诚骑马的贵族的后代。话虽这么说，我倒感觉封建时代的贵族实在太过依赖双手了，无论是剑术还是冒险。你们举起过长枪吗？那玩意儿可是重得要命。如果你是这样的大人物，又何必亲自出马解决一切呢？统治者的基本素质是聪明，而不是努力。教职员工注意，请关心学生。阿加莎·斯菲尔和球体基金会为了吸引年轻人，盯上了本县的各所大学。我们需要不计一切代价，立即阻止这群只喜欢球体的笨蛋。但同时，让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对我们毫无大脑的学生进行洗脑，用来转移注意力，似乎也是个不错的方法。终于为大量未被洗脑的大学生找到了用处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学生们请注意，来这里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
某段履历没写在你的简历上，那它对我来说就没发生过。接下来是痛苦问答环节，你们提供痛苦，我提供答案。本周的问题来自霍格斯波特的海普勒斯。我被困在了自己的厕所，门把手掉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觉得这时候应该避免采取匿名联络的方式，求助朋友或者当地有关部门等等，总之祝你好运什么的吧。大家口中的啃书并不是字面上那个意思，请注意区分。常见问题，不，我没看到你的青蛙。常见问题，你的食物没热是因为烤箱没开。
返回医院，感谢配合。是家庭作业的。收听校园广播，我是麦琪沃特摩尔，一位边做边学的主持人。请问我们接下来播入的这首歌要不要付费啊？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太清楚。不过算了，好听是一定的，请欣赏。本院为你们扔在地上的垃圾。哦，对不起，这是我扔的。常见问题，不，鸡肉不应该是粉色的。Thank you.
两起事件引发校园热议，县城教育部部长以及最近发生的恶性或良性事件。话筒交给前方记者修。没错，今天的泡芙摩天塔人声鼎沸。由于教育部长塔尔坎·福克斯·布奇依然活得好好的，学生们冲入市区，开始了游行示威。他们喊了几句口号，结果发现编不出什么朗朗上口的句子。我们将继续留在这里，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最终版游行口号的现场实况。学费可能用于行政奖金支出。只苍蝇。常见问题，不行，不能延期。提高学习能力吗？相信大家的答案都是肯定的。旺达，我们怎样才能提高学习能力呢？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无需在图书馆久坐、手指不被笔墨沾染的学习方法。最新的欺骗身体学习手段是在面前或面部上方摆一本书入睡。在睡眠过程中，你的眼睛会时不时睁开，吸取一些光线及宝贵的知识。亲身体验，坚持一周，看看效果吧。本学年到此结束。期中考试成绩现已公布，未经允许，请勿慌弄。夏天最适合放松，可为下一学年做准备。
有些分数属于个人隐私。推出双点线最畅销的专辑之后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当然是推出更多音乐，更多。贾斯敏·奥德赛的新专辑名字就叫《更多》。学生们请注意，我不是你们的妈。将给你一个光明的前程，附加一份让
生活乌云密布的债务。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明天的节目我们将讨论哪些蔬菜存放时间最长，我很期待。我今年买了16个牛油果，结果到现在一个都还没吃上。真的，牛油果熟了以后只给你5分钟的时间。对不起，我们明天再聊，明天见。未经允许，请勿在校内讲话，感谢配合。学生们请